大家好，看看今天我们的熊大呀，开着拖拉机去购物，他购物了一个什么呢？哇，后车厢里居然装了一个巨大的玩具蛋。哦，这个蛋该有多大呀？整个车厢都被这个蛋给装满了。咱们来看看这个拖拉机怎么装了一个这么大的蛋呢？啊，原来呀是它们太小了，不是这个蛋大。哎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小朋友们有没有被骗到呀？以为真的是一个超大的玩具蛋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？啊，特别小。还运了很多呢，咱们一起把蛋全啊运下来。好了，我们把蛋呢都拿下来喽。哇，原来是这个拖拉机太小了，所以呢，大家感觉哦，运了一个这么大的蛋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和熊大一起来拆蛋吧。哎，这个蛋也下来吧。啊，看看我们的拖拉机这么能装呀，这些蛋都藏不到哪里去了呢。熊大要拆蛋喽，拆哆啦 A 梦机器猫的蛋。好，咱们来看看他们会给咱们带来什么好玩的玩具呢。哇，这里有一个好吃的糖果，巧克力的。第一辆带来了一辆车，玉米车。看看是不是玉米呢？啊，这玉米还是绿绿的，还没有成熟呢。哇，这车跑得好快呀，一下就弹出去，哇，是不是特别快呀？再来看看这个，这里是一个拼装的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咱们来给它拼上。咱们拼完了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什么喽。哇，这是一个空心球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哇，真的是一个空心球，非常好看啊，漂亮的空心球。再来看看这个，哎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虫子吗？甲壳虫？还是飞碟呀？哇，这里有按钮。哇，天哪，这是吃水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吃水枪哦。哇，太小了，这么小的一个吃水枪。太可爱了哦。好，再来看下一个。哦，下一个又给我们带来了一辆车，看看这个是什么车呢？把车放在这里。啊，这不是汽车总动员里的大板牙吗？对，就是大板牙。牙齿，哇，多大呀，大门牙。再来看看下一个。哇，下一个是小马宝莉里的，这个是谁呀？标志。我没有看过，所以不知道他是谁。小
小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吧，看过小马宝莉这个动画片。哇，这个小马特别特别的漂亮啊，头发是五颜六色的，尾巴也是一样，身体是白色的，太漂亮了。还有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又是一个拼装的，看看，哇，这是一个什么玩具呀？哇，是不是大怪兽啊？这是大怪兽是吗？咚咚，哇，它的脚都带刺的，看看手臂上呢也是带刺的，咚咚咚，哇，好吓人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的熊大买了这么多的玩具袋，看看都是机器猫的，可爱的机器猫，看看它们上面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啊，它们的动作都是不一样的。得到了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呀，熊大简直特别开心。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哆啦 A 梦机器猫的玩具袋。好，感谢小朋友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喜欢我们的可以订阅我们哦。